你干嘛呀？没客气这么早。我中午了，我浪费了一上午的时间。不要因为睡懒觉而自责，因为你起床也创造不了什么价值。而且睡懒觉可以节约饭钱、水果钱、奶茶钱，节约了这么多钱，等于创造了价值。说得好，起床是要跟我对象约会去。那你去吧。在宿舍睡觉不香吗？约什么会啊？你别理他，他就是嫉妒你有对象。你是搞笑女，搞笑女不配有爱情。以前没有搞笑女这个词的时候，大家都是叫我开心果的。开心果，你怎么不说你是欢乐豆啊？去约会你就穿这身，好了，挂。欢乐豆闭嘴。我就不，哎，你请我吃饭，我送你一套衣服，肯定比你这个好看。欢乐豆走，吃饭去。哇，衣服给你，你去洗手间换上。OK。哦，我眼光真不错。会是你，不过这牌子，我再给你加两个菜吧。啊，不用，我在唯品会做肉肉快跑买的，可划算了。款式爱心，评论区有链接，你回来再挑点。牌子货我一般都去店里买，网上买怕。怕什么？唯品会可以顺丰上门给你换码。哎，得了，你快去优惠吧，我自己吃饭。那我跟你说句真言吧，你很快就能找到对象啊。你说，今天少吃一粒米，明天帅哥抱怀里，我走了。哦，今天少吃一粒米，明天帅哥抱怀里。OK， 开饭。哦。